大家好，我是千岁。我是七信，下面我们就开始千岁的三十问吧。因为微博上问题，比较少，所以咱们现在挑出来的问题，都是从 B 站上面按点赞顺序排序的。然后第一个问题，我跟贪欢都问过他无数遍，您有男朋友吗？我 没有，没有，没有，句没号，有，没有，然后就没有了。没有了。第二个问题，千岁有没有挺中意的 B 站 UP 主？这里贪欢嘱咐我了，一定要安利一下他。那我就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安利一下鸡贪欢，就是我亲爱的摄影加后期。他自己在 B 站上有账号，然后在做电影解说，非常的好。而且小姐姐便宜大碗，你们要都去找她约片，约片，约片。对，然后下一个，然后第三个，千岁，你现在职业是什么？他哪有职业？他是学生。我学生大三，第四个，这个好长哦。想问问千岁小姐姐有没有什么练身孕的小技巧或者视频推荐？然后因为前几天学了一个舞蹈，但是录下来之后跳的时候觉得还好，录下来以后发现动作都有，但是身孕为零。有没有没有基础的小姐姐跟我一样？然后想问千岁小姐姐的一些经验。身孕这些就是基本上我们要练提沉，还有冲靠旁移，这个就需要多练了，需要时间的多磨，然后你要把它再运用到动作里，然后这是一个磨合期吧，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练才能把它运用下去。至于小技巧，这个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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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一个问题，第五个，千岁进汉服坑多久了？哪一家的汉服最喜欢？初中，你从初中就开始看古风了，对，我初中就开始，我初二、初三就开始知道汉 服但了是吧？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什么钱去买，对，正儿八经的买应该是对，你说多少年了？我数数，初初二，中。算初二来算吧，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大一、大二，我现在大三，八年了，八年了，八年了。中意的汉服商家。我要提一下花朝记啊。为什么说我喜欢花朝记呢？因为它一个是版型还可以，它用料非常的、非常的、良心，非常良心了，可厚以说，实。厚实。就这样。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花朝记是唯一一家来找我合作的汉服汉服商商家。家，我觉得他们家非常的有眼光，而且 而且来找我合作这件事吧，就能说明他们家眼光长远呀什么的。反正就安利他们家，还有我平时穿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华姿家的，然后他们家之前的汉服就配色什么的都挺好看的。别的还暂时没有买到，应该是会买到的，慢慢的。然后大家选择汉服的话，就是主要是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了，只要你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对吧？然后第六个，千岁有什么保持身材纤细的方法吗？他。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是不是对身材纤细有什么误解？底下还有个评论，这个问题大概要去问艾黎老师。千岁其实挺壮实的，我是挺壮少年火眼金睛。然后第七个，想问问千岁对初学舞蹈的人有什么建议？跳舞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放弃，又是怎么坚持下去的？想过放弃啊，因为舞蹈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磨人了，他那个训练的时候太苦了。我觉得是个人就会在训练中，像压横叉的时候，他一压横叉我就想放弃，一压横叉我就想放弃。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是说要做好心理准备吧，要做好吃很多苦，然后还要热爱舞蹈的这个心理准备，就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就好嘛。第八个，会考虑以后做舞蹈的分解教学视频吗？我舞蹈现在发的舞蹈视频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即兴，还有自己编过忘了的。你要说喜欢哪个舞蹈，想让我做分解教程，我得先照着自己的视频学一遍，然后再分解教一下啥的。我觉得这样很费时间呀。有这个时间，我可以出更好的新的作品给大家看，是不是？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具体的问题，可以私信来问我，我基本上都是会回的。然后是分解视频就暂时先不要了。第九个，千岁会去漫展当嘉宾开线下粉丝聚会之类的吗？这个他说了不算了。
有看到这条视频的漫展主办方请联系我。我便宜，他现在在自己本地会接一些展子。我便宜，点头。京津冀范围也可以，因为毕竟离得近嘛。但是我现在就是说，粉丝线下的话，就先，因为我的粉丝好像大部分都是学生，大家离得也比较远，我在河北这边嘛。但是如果说你们要来找我玩的话，我会请你们吃饭，我会带你们去玩，都可以来找我，在廊坊。但是说聚会，感觉大家聚在一起好像不是很容易，就是这件事情得等以后再说吧。第十个，千岁有没有想过毕业以后会做什么？如果不从事舞蹈相关的职业，会不会放弃在 B 站发舞蹈，甚至放弃基本功呢？漫漫人生岁月，不可抗力太多。如果有一天不能继续所爱，要如何？我的妈呀，这个好深奥、哦，我要好好想一想。毕业以后做什么？暂时的想法是考研，但是具体的还不太清楚。觉得应该不会放弃在 B 站发舞蹈吧，因为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我要跳舞一辈子给你们看，对不对？给喜欢的人看，对，给喜欢的人看。基本功是不会放弃的，基本功现在练习基本功是一个习惯。就说我的基本功虽然可能会因为年龄大了不会再有太大的长进，但是我希望的是不会再退步了。如果不能继续所爱，那就要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要去爱他嘛，对吧？嗯，点头。如果不能继续所爱，说明不是真爱。第十一个，请问千岁是如何开的软度？对学跳舞的人有什么建议？开软度压压，对，压腿啊，拼命压。找一个好老师，找一个好的培训机构，给你正确的进行开软度，不要瞎压，压坏了什么的。然后不要受伤，然后跳舞的范儿不要歪，就是找一个好的老师吧，大概是这样。那第十一个。想问问千岁平时是佛系的人吗？上次应对碰瓷拼的图太有意思了，直接把我的好感度加到了顶。生活态度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脾气急看不过去就怼，还是比较喜欢哲学看事分两面的那种？我是天蝎座。点头。你们懂了吗？我是天蝎座。但是我平时我还好啊，就是别人看我不会觉得我是天蝎座，但是我觉得我天蝎座的潜质是在的。我有个老师特别懂星座，然后那天他们研究，然后到我的时候，他觉得我的性格可能会是水瓶座或者是双鱼座。我说我是天蝎座的时候，他惊呆了，因为可能平时看上去太温柔，会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对。但是真的是如果触碰到底线或者真把我惹毛了的话，大家都别过了。十二个。十八九还可以再进行系统的古典舞学习吗？可以啊，只要你喜欢，肯吃苦，啥时候学都不晚，这是真的。嗯哼，第十三个我问的都差不多，想知道千岁是怎么一直坚持跳舞的？因为自己平时喜欢画画，总是坚持不下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对能把一件事做好的人特别佩服。我觉得与其说是我坚持跳舞，不如说是舞蹈选择了我。我从小因为就是身体不好，被我妈送去学舞蹈，然后后来自然而然的用这个考了高中，然后又用这个艺术考了大学，然后就大学现在也是这个专业。我没有说是刻意去坚持它，只不过是它一直在我的身边，并且我热爱它而已。第十四个。准备自学舞蹈，但是不知道从哪起步，所以一直到现在都很迷茫。这些问题你们问他，不如去问老师，真的不如去找个舞蹈老师问一问。我觉得如果说是街舞啊，包括别的舞种，自学可能还会好一点，宅舞啊什么的，对吧？但是你要说古典舞自学浅方面的还好，如果你很有天赋，但是如果你真想往里钻的话，你肯定是要去找老师的，自己是研究不了那么透的，因为这东西是要手把手的带着你去感受的，自己有点够呛。嗯，不建议自学。下一个，能不能出一个点玉丝跟项羽虞姬的教学？超级想学。这不是，这已经不算是一个问题了。你可以回答能或者不能，然后下一个。不能。我点玉丝已经忘了怎么跳了。他的群里面是有那个镜面的吧？好像是有镜面，然后放慢速度吧。对，喜欢的妹子可以去加他的那个
粉丝群里面都会经常传一些就是那种镜面或者是不会投稿的那种小一镜到底，就是可能是有点小失误啊，就不会去投上去，小福利就会放在群里面给大家看一看、嗯、这个样子、嗯、然后再看下一个，你是腐女吗？这个问题嘛，我曾经腐过，嗯，现在过了那个年纪了，现在有点对老了，对，现在还是比较，但是我还在腐着。好的好的，好，下一个。快20了，练古典舞还有戏吗？有，嗯，没有坚持下来，基本等于零基础。真的，就像刚才说的，真的没关系的。无论你是多大年纪啊，只要肯吃苦肯学，啥时候都不晚。又是一个这个问题，有没有意愿教授舞蹈？比如你跳过的舞，可不可以出教程？他现在就是在教舞蹈啊，教一些就近的那样子。但是我现在是在教小朋友们跳舞，因为我现在还在上学嘛，然后就可能带带小朋友的课，教教他们形体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水平啊，如果说教成人教你们的话，我是感觉我自己水平是不够的，所以暂时说要教课的话，应该是不会半班教课之类的。可能等以后自己再好一点再考虑这些吧。教程就刚才这个问题已经提过了，好，下一个。赶紧略过。下一个，你的理想型、嗯、包括外貌性格各个方面，三个字，木子阳。我喜欢温柔的人，无论是小哥哥小姐姐，我喜欢稍微温柔一点的，就像木子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追偶像练习生啊，我觉得里面那个木子阳简直是我的，因为我最近就在追星嘛，就在追他。用他的话说，长到了他的苏点上，对，整个人长到他的苏点上。就喜欢那种稍微猫系一点的性格，然后整个人都很温柔，有点懒懒的，但是遇到正事儿的时候就又很护你，不掉链子，对，不掉链子那种啊，太酷了，太酷了。那你主要还是外貌，就是长得好看，颜值即正，颜值，对对对。然后。想知道古典舞神韵怎么把握，节奏快的曲子容易忽略神韵这一块。节奏快的曲子这要凭感觉呀，能意会不能言传呀，点头，对吧？几个了、嗯、有30个了吗？20个了、嗯、才20个，我说的嗓子哑了。下一个，千岁能不能推荐几款汉服？花招记，时刻不忘金主爸爸。然后，我花招记的衣服确实好看，他们家料子是真好，嗯、好看，而且、嗯、而且真的很良心。对，一看就那种老老实实做汉服的那种，老老实实做汉服。对，然后配色也很小清新啊，适合日常穿啊。你要想走仙女风，华姿他们那种，对，华姿啊，还有汉上华联啊，嗯，对对对，就、嗯、这个你就。不要限于是某家或是某款，你只要搜看上的就行。对，我们都是直接搜自己喜欢的。对对对，就那样搜下来的。然后21、嗯、不对，22了。嗯，22了。千岁是哪个大学的？河北不是廊坊，廊坊师范学院。廊坊师范学院一五级舞蹈系。然后23，你的择偶标准。快告诉他们我择偶标准三个字，木子阳。好的，24。有点想问千岁的真名，没有恶意，就是好奇这么可爱优秀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我叫张舒婷，张是弓长张，舒是淑女的淑，淑女的淑啦。婷是一个女字旁一个婷的那个婷，嗯。然后25，千岁的团队介绍，背后的小姐姐们，她背后有三个老公，贪欢恋与制作人吗？四个恋与制作人，嗯，贪欢小姐姐一定要强推一下啊！你们就是觉喜欢千岁的拍摄风格，对，双马尾小姐姐，对，双马尾小姐姐，人美声甜，腿长路子野，还有半秋小姐姐，半秋人美声甜，也是一体腿长路子野。腿长路子野。还有七信小姐姐，就现在采访我的这位，腿长路子野，这个声音不太甜。然后还有征姐，残月征一直在支持我，然后帮我拍摄，嗯，白雪歌颂、判官归京、倩女幽魂，目前的都是他帮我拍的，嗯，非常认真负责，非常好的小姐姐。还有最近跟我合作过的苏雨洛、苏苏，我们还一起跳过好运来，她也非常棒。其实说团队，我们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团队，只不过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然后现在在爱好凑在一起，嗯，现在在帮我，就是可能在做一些视频啊，后期前期之类的，嗯，还有奶条。我们的小后勤，
管理我群多年，多年了，我群管理我群多年。嗯，我们群的小管理。然后26，嗯，千岁练了几年古典舞？16还能练吗？我正儿八经，虽然说是从小开始接触，就是说在少年宫学班，但是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一个小时、俩小时。那个，我伸出右手去，我收回右手来，我伸出右手摆一摆，右手伸，就跳那个，就基本上就是小时候就只是接触，正儿八经跳舞。我觉得啊，就正儿八经进行训练，还是在我高三出去集训，只有这么一段时间。然后我初中是去学了二胡，我初中把舞蹈停了，学了3年二胡，高中又回了舞蹈。然后27，想知道千岁的身高。千岁是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有1米74的1米74。我1米68，我一米六，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锯腿。1米69，1米70。高中体检的时候，他当时他是文科，我是理科，然后他体检完了以后，他拿他体检单子跟我说，他说我的天哪，我的体检单子有1米74。哦不，我没有1米74，这不是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28，你怎么处理视频里面的弹幕喷子？我其实都会看，也不会说不理，就是他如果说真的就只是说，一般来说是举报，我们会自己举报、嗯、但是如果说他说话难听一点，但是真正是在说某件事儿的话、嗯、我会反思一下是不是真的就是有这么嗯。但是如果说的无意义的谩骂，我觉得这就没有办法跟他计较了，就直接举报了、嗯、如果触及到我的朋友和家人在评论区，那就、嗯、这是他的这是他的逆鳞。那就怼。一般来说他碰到自己一些单喷自己的，他不会特别的去计较，但是如果碰到他的，比如说记得有一次好像说到贪欢什么的，剪辑什么的，然后就是说剪辑的问题不太好，好像说话特别难听。对，然后因为贪欢是熬夜做的，就不能好好说话。对，然后千岁当时就炸得很厉害。29，嗯，下盘不稳有什么锻炼方法？下盘不稳的话，多立半脚尖，然后多进行像芭蕾集训吧。古典舞集训，多那个擦擦地，多练一练。不要小看这些，就是集训啊、擦地啊、练手位啊，其实真的是很基础的，越基础越有用。然后最后一个，挑一个在赞数相同里面挑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吧，不是比较有总结意义的，自我评价一下自己是怎样的。自我评价，我觉得我萨摩，萨摩吗？不萨摩，又白又纯又大个。讨厌。我评价运气比较好。我觉得、嗯、也是做足了准备，然后恰好运气也来了，觉得能被你们喜欢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有运气的事。嗯哼，上天给我的礼物，你们都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好，就这么多，没了。然后最后祝大家过年快乐，中秋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国庆节快乐，教师节快乐，一直快乐到下一个视频发之前。好的，就这么多了，谢谢七信，谢谢七信、嗯、谢谢七信。那一会儿一起困个觉吧。啊，好的，已经1点了，告辞。那我们去困觉了。再见。千岁会出妆容教学视频吗？感觉每次化的妆都好好看，想学。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才被人吐槽了，就是说我所有的妆都是一个样啊。我觉得妆容视频这个，因为美妆区很多 UP 主就是这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这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化妆的，然后嗯，可能我出化妆视频对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不仅是没有帮助，你是仗着自己的颜值胡作非为。但是如果说大家特别喜欢哪一个舞蹈的妆容，可以私信我，可能会考虑去做一下，或者是做直播之类的，可能会让大家看到。